我在玩撸啊撸，你在看撸啊撸。我不拿撸啊撸装，那我拿什么？拿现实来抨击你吗？那你是要比工资还是咋的？低能，可能玩个游戏包装什么？那拿你现实他妈的现实月入2500来装吗？什么货色？选择你自己的路。浓厚的死亡气息。谢谢酱子送我怎么西亚的超本卡。我升二级他直接退了，我想他发生了。哦，谢，这炮是没补到，有点难受。我已经流浪，有点受不了，我想搞死这男刀，他妈的，什么意思啊，这男刀？操，搞我！哎，完了！哎呦，闪现了，这么果断，还行吧，1万1不亏。被这男刀搞得越想越气，直接也去找他了。你们一样残破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你们还不回家吗？他这个兵线跳回家了，直接来。啊，四合轮也行。我没闪，这波兵线他要推的，他推这个线他必被抓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走吧，走吧，不好钻，走。为更大的野浪费时间，不如去杀野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这个头我要定了呀！我不追他能单杀剑魔，那个血剑魔应该跑不掉了。人头我要了，这红 buff 没关系。我的双手沾满了罪孽。刚才骂的太狠，违规的正常。刚才碰的太狠了。这个我已经很克制了。这个今天都那个五号了，今天都五号了，我都没有被强制下播，还只是画面黑一下而已。主播十二月份已经很克制了，没办法，有些低能该喷的还是得喷，不喷浑身蚂蚁爬，浑身大山压。往日的负担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我就屏幕就黑个一分钟，就有些 SB 都没，妈，还在那边好事，你爹可没事，你妈可能就细了，等会儿。还好是，别动你爹笑。点蓝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敢主动出击的啊！我操，我都没打先手，你怎么敢主动出击的呀？不要回首过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OK， 回家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这现在打的剑一大师局啊，比前面打的局还要高一点。我上一个打的那个号是剑一撞二，这个是大师，开了十个大师。剑一大师局直接正常的，前面打那个他妈撞二号，我打的我都人都要晕掉了。把把牌脑瘫打野，这把打野是个正常人了，好歹。前面真的把把是脑瘫打野，上一把艾克，前一把梦魇，还有前一把的豹女。真的，那个艾克豹女梦魇那三个脑瘫打野，有一个是人，有一个打野是人，脑子他妈的随便玩。钻石打野太脑瘫了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你怎么往后退了，大哥？不是你妈在干嘛呀你？没事，还是能晕。不用，急了啊！我操，他妈的，干嘛呢？人家在下，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兄弟，我还以为你打野在呢，在这边吓唬我。啊、来，冲了！直接冲掉！哦，他有闪，我点错了，他没大，但是他有闪，这不让打野扛稳死。加一个血线，让你卡进，直接大死。他出塔呀！哇操你妈！他非要捡那个魂干啥呀？脑瘫！我感觉这几把牌的打野都挺菜的。好卡！行，卡了，让你卡了。这还要他妈捡个魂？这捡个魂都不知道跟你卡了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还有个打野就没有一个脑子聪明，的。我的双手沾满
W 留着跟他控制几枪，打 W。有人跟我操作啥呢？江淮，操住脑洞。自己喜欢打野不好吗？不是打野脑残，我就喜欢打野，为啥呀？什么逻辑啊？那一个位置总会有你一个人只能玩一个位置，其他四个位置总会有一个很脑残的。这脑残我能管他吗？这脑残我下把我就要去玩打野，但下把玩打野上单是脑残，中单是脑残，我不得下把去玩上单换中单？什么逻辑？哎，不大的，打是可以打。打剑魔干嘛呀？杀男刀啊！剑魔有可血，不好杀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以后你玩个打野，你上单，你中单啊，你 AD 辅助都不正常，那你下一把轮着去玩，等会不要打野了，你直接四个位置轮流去玩一遍，什么脑残逻辑？别脑子不带。怎么都往前 QE 的，什么意思？这么肉啊！哎呀 ，Q 歪了，哈哈哈！完了，逆风局局长了，我操，我这边往前 Q 的。哇，这波失误了 ，shit， 怎么就跟这不一样了？撤了撤了，哎呦，好可惜啊，这波往前 Q 好像双杀了，怎么就 Q 歪了呢？简单的口臭不用解，没事，我要解一下。简单的口臭不用解，说口简单的口臭很正常。要说这主播嘴真臭，这主播什么什么，这种开心，不是简单的口臭很正常，哥哥，简单的嘴臭，极致的享受，这个梗。你看了这么多脑残，你不嘴臭两句都难受，这凭啥不嘴臭呀？啊，老子今天就是要站着把这个钱给挣了，不能。你这血量不好，跟他操作。当那月上弦击去我的思念。轻叹世间情深缘浅，曾经如故誓言，犹如风中花瓣，渐渐飘远。投了，别投了，这么果断。我还没开始秀 time 呢，开始秀 time 呢，你跟着我的个人秀 time， 我强。再打一把，第一大师局就直接。